小姐，不好意思借过哈。哎呀，哎呀！你不是带我去吃米其林美食吗？真的？当然啦，小姐，我今天就是一身打扮，就是要带你去吃美食。那你拿这个轮胎是要干嘛？叫保嫩条。Oh my god， 这里就不懂了，好不好？你以为米其林的美食只有在那个贵的餐厅吃到吗？不是吗？我还特别打扮的漂漂亮亮的耶。你傻了，其实不用打扮的漂漂亮亮。我跟你讲，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美食呢，其实在饶河夜市我们这边哦，就有三家咯。饶河夜市里面有三家？真的啊。米其林必比登的美食。当然，这里就有 don't know 了吧？哎，快抓紧我的脚步好不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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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今天玩什么？今天带你不油不腻去吃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美食。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会让你排那个胡椒饼在那边排队吗？为什么呢？这就是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其中之一哦，这家店啊。讲也知道，好不好？这家超有名的哎，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没有排队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太羞了？看到他那个蟹肉啊，多么的 juicy 啊！你看，到嘴巴里面嘣嘣的跳，嘣的嘣。你看我在跳跳。你会看着他哭吗？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一家会让人陷入恋爱酥酥麻麻的店。嗯，来，我们就来进去看。啊，哎，好好吃哦。哎，啊，我都还没有坐着，啊，你就先吃，不够意思呢。太水啦，我就对于这种麻麻辣辣的东西无法招架。你看这个麻辣鸭血，是不是很好吃？了不起哦，老板，太水，又来一份酥酥麻麻、比它还辣的麻辣豆腐。对，就是要够麻够辣才好吃，不愧是我们米其林的美食。真的，你看老板还帮你特别加了这么多辣。哦，看起来辣辣的，好好吃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吃吗？好吃吗？哇，太辣了！好水，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有一个东西超适合搭我们这个米其林的美食，你等我一下，我去拿。我要结啦，快点，太辣了，快点！来了来了来了！这什么啦？就是这个爱滋味分解茶，它非常的爽口回甘，又有降火气。不是啊，这个下雨刮我唔敢食苦啦。我已经破麦啦，你已经破麦，不会啦。会当啉，你讲会当啉。真的，你会啉啦，讲遮济。哇，自然回甘呢。是不是，降火气、解辣、解腻，太神奇了，还可以续吃啊！继续吃，继续吃。吴一，啊，你有没有闻到一层一层一层香气逼人的味道？当然有了，很香，很香，赶快进去吃。陈董要炖排骨可是饶河街元老级的店家，他的汤头可是用大量的猪肋骨跟中药材炖煮而成的，所以喝起来才会清香甘甜，又有一股淡淡的中药香，配上陈董特制的卤肉饭更是完美的结合。而且陈董也获得这一次米其林必比登推荐哦。这个黄金鸡腿卷不得了哦，它的鸡肉多汁多嫩，再搭配的长长的香肠，有没有？ Juicy 是你的爱，你爱 Juicy 的，怎么爆香？那你要什么口味的？你想要吃什么？我要配合你，我要猪腩的。猪腩哦，因为我最猪腩，超猪腩。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老板，我们来一份那个新香猪腩。再一个辣味，因为我朋友爱吃辣，你买过卵呐？他都吃辣味，对。他香肠也爱吃辣的，没关系，我们有这个分解茶，不用担心。OK， 哇！哦，谢谢，自然的给你，自然给你。哎呦，看到胡椒粉，哎呦，来了，干杯！哎呀，但里面真的很 juicy 耶，很 juicy， 很 juicy。然后外面酥酥脆脆的，你知道那个油，然后再去给它煸脆，嗯，哦，香喷喷。吃两口，再喝一下，我们会。解油的茶，那我们继续再往前逛。吃了这么多的美食，现在来到了点心时间。在饶河夜市里，还有一摊现在流行的薯条心吃法——旋转薯塔。
老板先将整颗马铃薯用机器切开，串上竹签就可以像弹簧一样的拉长，是不是 amazing 啊？鲶鱼哥跟151，我们分别选了海苔跟 BBQ 口味，吃的时候也可以一片一片剥下来吃，是不是好吃又好玩呢？交换吃，交换吃，交杯吃。啊！好，来机长来了。除了米其林必比登推荐之外，饶河街夜市的美食游戏实在是百百款，像是老板特地去向大师学艺的大阪烧，总是夹得你不要不要的夹娃娃机，各式各样的美食游戏等你来尝鲜哦。最后要介绍大家一个隐藏版美食，大家都吃过香肠跟葱抓饼，但葱抓饼包香肠这种极致的吃法大家一定都没吃过。在饶河夜市东的香肠摊跟葱抓饼可是一对夫妇开的哦，他们最特别的吃法就是葱抓饼包着香肠，吃一口你浓我浓的，简直是幸福啊！哇塞，哇的香哇！我觉得这两个的结合蛮好的。我没吃过这样，就吃过这样吗？第一次吃吗？对啊，我也是第一次吃。对，我刚刚看你九层塔蒜头吗？对，蒜头。哇，这次跟九层堡，那那料好多。鲶鱼哥151带你玩饶河夜市，跟我们一起吃喝玩乐，大家下次见啦！千烧鸟蛋，干烧啦！啊，干烧啦！你是认真的吗？哦，你爱讲清楚，你讲手会当头前就对了。好啦，安尼就作弊啊！来来来来，啊，我有啊啦，我有。